我想要讲一下我对苏明的认识啊。苏明，我们就是很早以前就一起唱，然后他在音乐上面也是很，就是演出啊音乐都非常的努力，然后这是我对他非常非常佩服。然后还有那个，除了他在音乐上面的那种成就之外，他还会去回馈他的那个都兰部落，然后去带领那个比他年龄小的阶级。那这是我对他非常敬佩的一部分。我是伊利苏明沙伊之刃，新专辑演唱会加油阿米斯。阿米哈娜娜亚达门派。